这是什么事呢？俺们店里要几块大洋。20块大洋，光是替德哥他爹抓药，用不了几次就用光了。家也有好日子，搏一搏。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给你挖来这棵摇钱树。哟，彪哥，瞧你把自个儿说得多委屈啊！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妞。妞，这名字可怪好听的。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我脸上抹的胭脂水粉呢？嗯，只要你听话。在这乖乖的待上两年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每天和我穿的一样了。往后啊，你可叫我娘了。我不要，你不是我娘，我自己有娘。喂，好话说尽了，别不知好歹啊。你不是我娘，我娘比你漂亮，我不喜欢你，我要回家。放开我，我要回家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要回家找娘。听话。到了我这儿，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。先把他关进柴房，饿他几天。是是，彪哥。放开我！我要回家，我要找娘。对不起，是娘不守信用，是娘欺骗你。心里有什么不舒服，直接冲我来，别拿孩子出气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求求你们放过孩子，我求求你们。娘，他们为什么要打我呢？我没有做，我没有做错事啊。娘，娘求你，娘求求你，别不要了，娘。孩子，我答应过你。我绝不会丢下你，可是今天让人狠心。娘，娘，娘，不好了，爷爷的病越来越重了。要先一步走了，爷爷。想一圈，爷爷。孩儿来生再问我。爷爷，爷爷，你在说什么？爷爷，我是哭的，我哭的爷爷，我是哭的爷爷。爷爷，这么快就能好了？大姨啊，快去换点冷水，继续帮爷爷冷敷啊。好。是谁呀、啊？是不是牛头王爷呀？你是阎王爷派来的？
开次大吧，输一晚上了。五点小，他妈的就这么邪门的，买大你开小，买小你开大，就剩两块大洋了，怎么跟嫂子交代啊？哎哎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？就不信邪，买小。 就剩那么一点儿，怎么跟嫂子交代呀？嫂子一向心狠，只好用口肉计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把他抱来！哎喂，豆豆屋，你都说的鸟蛋金花，你还来？老兄啊，你放心。 我不是来赌钱的，我是想来请你帮我一个忙，打我一顿。切，神经病，没说我打你干嘛？滚！哎，老兄，妈的，你敢打我？给我打！嫂子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 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种事呢？都怪我一时大意，根本没发现早就被那帮混蛋给盯上了。我在回来的路上，一个转角，那帮混蛋就偷袭我。最糟糕的是，连那20块大洋也给他们抢走了。那你报官了吗？当时天也很黑。 我给打的时候也打得迷迷糊糊的，我根本看不清楚那帮黄蛋长什么样子。就算报官也没用啊！德哥，对不起，一切都是我害，是我出的馊主意，让嫂子让妞到大户人家里去当丫鬟，是我把钱搞丢的，是我害嫂子没有钱给老爷子治病，德哥。 真的对不起，德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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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已经走了半步，可是钱丢了也不是你愿意的。如果我还能亏你，太不公平了。钱财身外物，是都是我害的，害你用白白去给人当丫鬟。再去药铺一趟，大龙护着，你们在家好好照顾好爷爷。好，啊，好。
先帮我爹抓副药，这药钱我以后一定付的。别求了，谁来都一样，有钱就有药。你这个坏蛋，你根本就不配做大夫。天柱，不要乱讲话，对不起。行了行行了，你们母子俩别再吵双簧戏了，我没空听。总之一句话，钱搁这儿要我双手奉上。大夫，别说了，你们走吧，别闹得我轰你们走，那就难看了。天柱，我们走吧。想办法。嫂子，天柱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？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爷爷快病死了，我没有钱给他抓药。是呀，嫂子，那我从店里拿点钱，赶紧给爷爷去抓点药去。放心，水哥。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大嫂，这样，你们到码头那边等着我，我把钱马上给你拿过来。好，哎，走。哎，你拿那么多钱去干嘛呢？老婆，我有点急事儿。有什么事儿？这阿德他爹病得快要死了，他们家又没钱抓药。把这钱给他们送过去，不许给！哎呀，老婆，这人命关天的事儿你就别闹了啊！人家等着钱救命啊！救什么命啊？哎，那扫把星还没死，哎，那是他爹，又不是你爹，人家都不管了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呢？成啊，你把钱给他，你要是给他，我立马带着儿子撞墙去死！娘，李叔进去那么半天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你就这么点耐心，乖乖等着吧。来，娘，春桃。哎呦，这不是张家的大嫂子吗？这码头上呀，风这么大啊，没事杵这儿干嘛呢？你要真的不怕冻的话，不要冻到孩子嘛，是不是？啊，给脸不要脸，扫把星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缠着我们家亲属。你想要钱，有本事你跟我要呀！不许你骂我娘扫把星，你才是坏女人，最坏的女人！天柱，不许这样跟大人讲话，不可以。干嘛？教训儿子，你演给谁看呢？哎，要不你表演一下你骗钱的本事吧。哎呦，可厉害了！你演呐，你不是很会骗钱的吗？你演演看呐，你演呐！哎呀，春桃，你够了没有？跟我回去。不必要。阿德嫂，对不起啊，走了。你怎么不演呢你？你那么急找我来干嘛？你还摆个脸给我看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么急着找我来，又不跟我说。哦，赌钱赌输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想跟我借钱呢，两个字，免谈。站住！你少在那跟我大声，吓唬谁呀？老娘不吃你这一套。我让你借我十块大洋。十块大洋，你想的可真美了。这么急着找我来，最后还是要钱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做梦，我再也不会给你半毛钱。还有，你别再对我动手动脚。你如果不借，
我就把我们的事情全部抖出来，到时别后悔。你在威胁我？不，你不敢，你不会说出去的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你跟我一样会出事儿。我无所谓，反正这一次我已经决定豁出去了，倒是你自个儿，你想想会怎么样？哎，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你跟我要钱要的连命都不想要了？不可能，不是赌债，对不对？上次你欠了赌债，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要钱不要命。你说对了，这钱是拿来给秀娥他爹看病的。又是那个扫把星啊！秀娥，秀娥，秀娥，怎么永远都是秀娥呢？我知道你对他有意思，我真不知道那个扫把星用了什么狐媚的招。够了，别那么多废话，借是不借？姓赵的，你现在就这么摆明了全为那个扫把星，那我们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你要是不把钱给我，咱们也没有以后。你，爷爷，爷爷，娘，大夫呢？爷爷可都快烧死了，大夫呢？别乱讲话，爷爷他福大命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别再骗我了。我爹他不是说死也要死了吗？爷爷，爷爷，嫂子，嫂子，是干爹来了，他一定会有办法救爷爹的。干爹，干爹，你快救救我爷爷吧，我爷爷他快死了，快救救他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乖，不是乖，爷爷会没事的啊，别怕别怕。嫂子，这给你。赵哥，收着吧。什么都别说了，赶紧给老爷子请大夫治病要紧啊！好了，招待好了，招待好了。老板娘，今儿这生意可真好啊！照这样下去，没两年您就发了。发个屁呀！我上半年就亏了200块大洋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洞怎么补啊？别说补洞了，没多久您就大发特发了。发？拿什么发呀？你给我发呀？当然不是我了，是他。这个妞啊，现在长得这么漂亮，将来呀、啊、肯定是个美人胚子、摇钱树啊。你这个狗眼珠子，小心我把它挖出来。这么点地你擦了那么久，你可真会偷懒呢、啊。还不让开！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地盘，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打今儿起，我就是你娘，我就是你的爹。你才不是我爹，你也不是我娘。啊！还敢紧嘴？这次你知道我的厉害，知道厉害。啊！我不是你爹。啊！不要打了！为什么打？打电话，不接电话。啊！先生。对了，哎，我要扶你回房休息啊。没事没事，让你好好休息。想要逃，阿贵，给我打，给我打，我去。阿贵，
就拿你示范示范该怎么打人了。我这不是怕把你的摇钱树给打坏了吗？只要不打到他的脸，其余的地方你给我使劲的打。是。是不是在想妞啊？我也好想她呀。我也是，我总觉得妞就在我们身边，可是我们都看不见她，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啊。想去见谁就见谁吧，别管我了。我不行了，要去躺着了。老夫人，您的身子刚好，还挺虚的。我看您别这么着急，这会儿就去呀。虚什么？你真当我每天是养尊处优呢？我好得很，没病。是是是，老夫人身强体健的，蝙蝠我都自叹不如呢。你别捡好听的说啊，我不爱听。少爷来信了吗？还没。少爷的东西的，蝙蝠，我是怎么吩咐你的？你又是怎么管理下人的？我不想再看到他，还不快滚出去！多少年了？你看我有多少年没开心了？啊？有啊，老夫人，前不久你还刚开心过的。就在今年您寿诞的时候，那个戏班子给您演的那出《大闹天宫》里头那几个小猴子，不是才逗得您开开心心的吗？是让我着着实实的开心了那么一回，尤其是那个祝我健康长寿、问我要寿桃的那个小女孩，挺可爱的，又有孝心。你还记得，她当时都没忘给她家里的娘要一个寿桃。是啊。像他那样贴心，常陪在我身边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娘，就这里。干爹，干爹，干爹。哎，嫂子，你们怎么全来了？来来来，上屋里坐，上屋里坐。不了不了，不用了，我们不进去坐了。我们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就是上回
你帮着牵线，让妞到大户人家做丫鬟的事儿。嫂子，我知道那件事情是我对不起您，但那钱……啊，不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为了钱来的，而且我不是说过不怪你的吗？那我们想拜托你，带我们去看看孩子。我跟孩子们都好想他，是吗？我们想看看他过得好不好。嗯，没错，干爹，快带我去看我妹妹。嗯，对。哎，干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快带我们去呀！是呀，干爹，快带我们去啊！可是我临时有点事，现在不方便陪你们去。那既然这样，就不勉强了。娘，不要紧的，我呀知道边家在哪里，我带你们去啊。哎，我带你们去，我带你们去。是啊，娘，我也知道边家在哪，咱们走吧。娘，我们一起小妞姐姐去。是啊，走，我们自己去啊。干爹再见啊。再见。边家，边家，什么边家？那是我瞎说的呀。清楚，娘，就是那儿了。对，我和虎子前些日子还来过这儿呢。嗯，就是这儿了。对，就是这儿。天柱虎子，这敲门敲几下就好了，不要一直不停的敲，很没礼貌的。娘，我跟你说。这里面它可大了，你敲几下，它听不见的。对呀，娘，上次我和虎子来，敲了半天门才有人开。哎，是你们两个？哟，这么多人啊！对不起啊，大哥，这些都是我的孩子。你们来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来想见我女儿。你女儿？哎，她姓陈，叫妞。在你们这儿当丫头，哦，来我们这儿连名带姓都改了，全姓边。哦，是这样。再说我们这大宅子里面的规矩是不让见人的。你们没事的话，那可以走了啊。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这位大哥，你看孩子们都这么想见他，您就行行好，让我们进去见他一面吧，求求你了。这位大嫂。不是我不肯帮你们了，如果我放你们进去了，那我就得卷铺盖出来了。放心吧，大嫂子，我们这宅子里头吃好的穿好的，你女儿享福了。这位大嫂，别在这添乱了，万一真闹出什么事儿，惊动了谁，对你女儿也不好，是吧？走吧，走吧。好了，宝妹乖啊，别吵，姐姐现在在里面享福呢，我们该替她高兴才对啊。啊，什么妓院？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你说的是卖到大户人家里去当丫鬟的。是啊，妓院还小，难道不算是大户人家吗？嫂子，你们……哎，干爹，刚刚我们去边界的时候没有看见您哦。对啊，虽然我没看到他，
可是还得谢谢你。谢我？要不是你，妞根本就没有机会到那么好的人家去享福，所以还是得谢谢你。谢谢干爹，谢谢干爹，谢谢干爹。哎。怎么感谢你？要不是你，我爹他嫂。
你跟阿德，你们俩小两口刚新婚不久，就待在屋里不要出去。我去打发他们。嫂子，你就让老爷子出去活动活动筋骨吧，老是闷在屋里也未必好。开心多了，啊！哎，娘，娘，那我们去了啊！娘，再见。路上小心点啊！一顿包子，让我看看。哎，婶，你瞧我们这包子，它长得多好看呀！哎呦，你这孩子还真会说话，包子都有长相啊！你听听，来，让我看看。别说，你这包子还真不错，怎么卖啊？很便宜的，一个农妈就可以买两个包子。哟，还真便宜。好好好，婶儿，不如你给买俩馒头吧，看家这馒头又大又鲜。小俊，您这饭都不用做了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小孩还真会做生意，给我包两个吧。馒头，哎，把卖包子叫上来。
要吃呢。知道了。哎，卖包子卖完了，快不卖这个生意了。哎，大爷，你要馒头是不是？还在多少？楼上呢，有人要买你们的东西啊。楼上第二间啊，记住敲门。好啊。那你不能来吗？来啊，你就得来啊。那天不来，我想你。哎，胡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，我只记得我娘还活着的时候，她一带我路过这里，就走得好快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也不告诉我。哎，成了成了，走吧走吧，卖包子。请问有人买我们的包子跟馒头吗？先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两文、四文、六文。哎，天柱，我呀差不多挣了有10文钱左右。哎，虎子，你说您看着咱们挣这么多钱，会不会很高兴？那当然了。哎呀，幸好我抽到有头的，要不然我要抽到没头的，就得像大龙哥一样在家看着豆豆和宝妹了。大龙哥抽到没头的肯定很失望。天柱啊，你的运气还真不错。你的不是也一样抽到有火柴头的吗？其实啊，我的这根也是没有火柴头的。啊，你作弊。要让我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出来做生意，如果不是要留在家里，那我可受不了。哎呀，虎子，你可真够坏的。哎，虎子，你说这里边的人正在干嘛呀？他到底要不要买咱们的东西了？什么？你又在杏花楼？杏花楼是什么地方呀？为什么妞一直喊着让我去救她呀？那是个不好的地方。娘，当初不是说要送妞去大户人家去享福吗？她怎么去一个不好的地方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现在什么也别问，什么。